座魔法大厦，有风雨也有彩虹，有冰雪也有春花，五颜六色千变万化，世界是座魔法大厦，让心灵快展开翅膀，拉起手现在就出发，展现出多少幅神奇图画，都在第七秒世界绚丽的魔法大厦，变出来多少个秋冬春夏，穿过流星过夜幕，依赖了黎明朝霞，我要把这动人的故事讲给所有的人听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魔方的中心地带，通魔方大厦各地。门开了，快走！哎哎哎！莱克，这是个大岩洞，咱们出不去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咦，这里怎么会有罐头盒？这罐头盒？哦。可能是涨潮飘进来的，这水下可能有个洞，有道理，海水涨潮，水位升高，洞口被海水淹没了，快下去找吧。哎，大海，真的是大海，哇，大海真美耶，看，一条大船。去找爸爸？不，也许现在爸爸正在找我呢。那你应该回到他身边去，别让他担心。现在更重要的是先帮大家找回爸爸。嗯，是啊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危险，你们快走吧。哎，船长，我们喜欢冒险，让我们进去。我有办法了，跟我走。哎，你没事吗？再见，再见，当心点，再见。这么远怎么听得见？你们还不快去追？这里有我们守着，你们还不快去！快去！哈哈哈哈！这能行吗？没问题。你能忍受吗？没事，只要你瞄得准。船要开远了，快！
你们好。喂，快下来，谁逼着你这样做的？我自己。你跟我来。你为什么不听劝阻，一定要跟我们出海去冒险呢？因为我们不能没有爸爸呀。坐吧。你是从哪儿来的？魔方大厦以外的世界。给。你们那的爸爸对你们严厉吗？多爸很和蔼。哎，我们这儿的爸爸很严厉，可是他们不回来，我们又很想念。嗯，他们干嘛不回来？可能遇到了意外。抓紧栏杆。是。当心，空战指示。船长，现在航向向左偏离45度，船都无法纠正航向。机器检查过没有？一切正常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前方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吸引我们偏离航向？雷达有什么发现？没有。密切注意观察。是。快看，有情况！跟踪目标，全速前进。那东西好像有巨大的吸引力，我们失去控制了。命令直升飞机马上起飞，前往侦查。是。水手长，要小心。是。003，请回答。啊，飞机失踪了，快抛锚。你马上带人登上那条船，弄个明白。哎，让我去，我早就说过我能帮你们的忙，哈哈。火箭，快把他捆起来！是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哎，看好他！是，等那船上的人过来，咱们一块收拾！船长怎么成了坏蛋的帮凶？他一定是中了邪了！有办法了！金银财宝好！金银财宝多迷人！金银财宝好！怎么你也喜欢金银财宝了？当然，金银财宝就是好，谁不喜欢？有道理。快过来一起看，我起不来，快来帮我一把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误会，误会，谁跟你误会啊？你这小子敢骗我！让他好好睡一觉，也许能驱邪。
可恶的鳄鱼怪到哪儿去了？对，下去问水手长。水手长，往哪儿跑？啊！你这小东西本事倒不小啊！哎，拿过来吧。啊！哎呀！哎，这是什么枪？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啊！啊哎呦！嗯，好像这酒味儿啊。嗯，这枪还能冒出五粮液呢！啊，不信你对自己开一枪。你小子想让我醉倒？我告诉你，我一次能喝一桶酒，这小小的酒枪顶个屁用！别吹牛，我不信，你敢开一枪试试吗？别说一枪，就是十枪我也醉不了。你瞧。你醉了，你看你的眼睛已经歪了。嗯，我眼睛本来就是歪了。那你再开枪呀。我开几枪了？我四枪，还差六枪呢。六枪。来客。船长，啊，水手长他怎么了？他中了邪了，我给他来了个休克疗法，也许对他有效。船长，咱们马上开始审讯他。他醉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审讯？酒醉吐真言嘛，快，咱们试试看。喂，这条船往哪开？啊，快说。金银岛以北。你知道我们去干嘛？啊，去找爸爸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快说。啊，水手长说的。你为什么阻止我们去找爸爸？金银岛是我的，那里有我的金银财宝，谁到了金银岛就永远别想离开。金银岛，船长，你们的爸爸可能就在金银岛。嗯，我们的船为什么老跟着你的船走？快说。我不说。再给你点五粮液。啊。要是关掉了高强度的吸引剂，这船就完了。快去关掉它。是。快说。水手长中了什么邪？他看了电视当中闪闪发光的金银财宝。水手长中的是金银财宝的邪。船长，他醒过来了。水手长，他总算恢复正常了。水手长，船长，报告，这条船的吸引器被拆除。太好了。啊，吸引器是我的命根子，千万不能拆除啊，你们快放开我。你这丑恶的鳄鱼怪，还想继续用吸引器作恶，休想。别管他，我们先走，等我们救回爸爸再来收拾他。我们走。别走，快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完蛋了，放开我。原地待命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走，爸爸，爸爸，是我爸爸。这么多的珠宝，我还从来没见到过。可是他们为什么拿了金银财宝都长眠不醒了？我看毛病就出在这个金银财宝上。爸爸，爸爸，你怎么了？你快醒醒呀，爸爸！这是中的什么邪啊？快，放开他们的双手，扔掉珠宝。你快松手呀，爸爸！你快松手，爸爸！你快醒过来，我们马上回家，我和妈妈都想你。哭没用，赶快抓紧他的手腕，用力掰。爸爸，爸爸，他可醒过来了。看来是这里的金银财宝有魔力，大家快进来抢救自己的爸爸。掰开爸爸的手，把财宝扔掉，大家不要乱，快把爸爸救醒，扶他们上船，快快快快快，当心当心，可当心，快快快快快。
爸爸们都得救了。太好了，报告，报告船长，所有的爸爸都得救了，可是没看见你的爸爸。啊，我们再去找找。我们分头去找。啊，这里有人，快快过来。爸爸，爸爸，快把珠宝拿掉。快把它抬出来。爸爸，快醒醒，先把珠宝拿掉。你爸爸的手像铁钳一样，怎么也打不开。我来试试。船长，你们看，他怎么还是昏迷不醒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爸爸没救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看还是先把你爸爸抬上船去，再想办法。好，快抬，当心点。我爸爸没救了，他中了鳄鱼怪的邪，是金银财宝害了他呀。船长，你爸爸最喜欢什么？听我妹妹唱歌，你看，这是他新录制的歌，让我交给爸爸。先放给我们听听。啊，爸爸的目光是欢乐的小鸟，当我悲伤的时候，小鸟叼着悲伤飞跑。今天爸爸，我是江江。爸爸，珠宝我也不要。爸爸，江江，我只要我亲爱的爸爸和你那甜蜜的江江。爸爸，江江，我的好孩子。爸爸，应该让他第一个去迎接鲜花。莱克，我大半天没见过他了。我们分头去找。是。孩子，你做了好事，应该高兴啊。我想爸爸妈妈，实在太想了。那好，我送你回去。真的太好了。嗯。可是我还能再来周游魔方大厦吗？行啊，我会帮你的啊。莱克，莱克，莱克，你在上面吗？啊，船长，莱克在那边，莱克。